網上足球節目，要好玩嘅配搭，至強極佳陣容，每週為你分析本地及外國球壇最 update 動向，至高無敵。至高無敵，係咪要嘈啲啊？喂，下下主持耶，至高無敵係啦，至高無敵嘅周四版啊，嚟到第95集嘅至高無敵咧，今晚比較特別啲啦，有啲新面孔喺大家畫面見得到嘅。今晚除咗有我啦，我係 B19啦，喺中間有雷文啦。今次介紹我就啱啦，上次你知唔知點介紹我噶？你著名足球評述員係咯，唔使著名啊，著名就得噶啦。哦 ，OK， 咁喺我嘅最左手邊就係公民球員楊次麟啦。是一位年轻球员，如果熟悉香港波都一定识杨次麟是哪一位的啦。咁今晚的内容当然好丰富啦，咁有香港球员上来当然会讲香港波啦。咁头一 part 呢，我哋会讲下嚟緊 weekend 会打的几场香港波，大家有咩睇法啦。咁喺第二部分亦都会有讲到，除咗话一啲香港足球坛近来发生的一啲事之外，亦都会讲一啲第二啲地方的联赛嘅。咁依家都會再詳細啲同大家講啦。最尾第三 part 我哋會講啲歐洲波嘅。咁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先講咗香港波嗰 part 先。咁啊，阿楊前我叫佢次 B 啦嚇，好啊。咁啊，今個球季你踢咗兩場啦，兩場你都正選嘅，感覺如何？感覺梗係開心啊！好難爭噶，公民啲正選位得十一個嘅啫喎。即係啦，同埋即係而家今年。即係人腳，我哋即係加咗咁多人啦，同埋而家成隊波好似廿幾個人，廿六、廿七個人至少。咁即係爭個正選真係好難噶。咁啊，其實正如你所講啦，今年公民的確係大肆擴軍啦，咁亦都有幾位新嘅球員加入咗。咁而喺頭兩場裏面，感覺上成隊波個發揮仲係尚待磨合嘅。係啊。咁你喺呢、這個新嘅陣容裏面，你覺得同舊年有啲咩唔同呢？或者呢兩場嘅發揮會唔會有啲咩同以前唔同咗？最大唔同係將個法羅斯拱咗上一格，就睇個算係防中嘅位置，同埋加咗萊強啦，同埋前面就日本仔中村悠人，同埋阿馬利，係係啦。即其實配搭上其實都跟去年可以說不同曬啦。啊哈。咁適應上，即譬如你自己嗰個踢法會不會都有改變？你遷就嗰隊友？其實基本上是改變了很多，因為而家我哋平時是即多啲係轟上去噶嘛，之前即直接啲嘅長長波嘅多啲啦。但係我哋迪天龍唔喺度咧，就通常都即主張啲用波用多啲波咯，係咯。咁啊，大家都好記得啦，啱啱對上禮拜五啦，咁公民就作客標準流浪啦。咁好唔好彩開波就失咗個波先啦。咁然後就半場完之前就法圖斯一個球，一個好靚嘅頭槌就追和咗1-1啦。咁下半場一出翻嚟咧，咁就有個入波啦。咁你係當中助攻嗰個嚟嘅，即係大家有如果有睇到呢場波直播或者喺網上又或者喺錄播嘅都會睇到法圖斯嗰、那個。長傳俾你去遠處 set 後俾中村人射入嘅，即係我就印象中比較少見公民有咁有組織性嘅攻勢嘅。其實呢個係你覺得平時係點入嘅呢啲波？即係平時比較直接啲，啲攻勢比較直接啲。一就頭槌，頭槌啦，速度啦，以身形啊各樣去壓到對手嘅。咁比較上少啲呢類型咁幼細嘅組織嘅。咁其實係咪訓練上有訓練過嘅咧？呢個入球係啊，我哋。即係而家 Kelvin 即係貝可雲就我哋練波咧，成日都即係開始練啲係中間打兩邊，即係打兩邊再落底出波咁樣咯。即係多咗呢一即係多呢一範緊點講？重要啲咯，係咯。即係呢個係我哋嘅最主要嘅攻門嘅戰術。其實去年即係 Kelvin 都希望係加入多啲進攻嘅元素啦。咁儘管我作為球迷，我都唔覺得話公民係一隊觀賞價值好高嘅球隊。咁但係要爭取成績，有時真係需要打得比較穩陣啲、防守性啲，或者控球在腳。咁我哋結果去年我諗最尾季內嘅最後幾場，可能個成績會爭啲啦，即係都冇贏過啦。但係整體嚟講，個觀賞價值比以前，我覺得都係。增強咗，即係色彩啊，或者可能係一啲甚至乎球隊打法上多啲變化俾佢大家去估，我覺得係。係咯，好啱嘅，因為其實公民今年除咗應付本地嘅聯賽啊、杯賽之外，亦都要應付亞協杯啦。咁多啲嘅踢法上嘅轉變，可能都
會對球隊的發揮、日後發揮都會有很大的幫助啦。咁啊嗱，講咗好多高文，即係你或者你嘅近況啦，咁都講一講翻今個禮拜有啲咩波踢啦。咁啊，嚟緊9月23日，即係星期五就聽晚啫，就已經有場大戰啦。咁啊，南華主場對神曦嘅，大家都知道今年神曦其實個表現相當唔錯啦，即係頭兩場，第一場就和咗傑志啦，上一場就我覺得幾清脆贏到屯門嘅。咁感覺上其實我哋都讚過好多次㗎啦，今屆喺神曦今年個發揮係相當之唔錯，雖然佢好多新球員加入咗，但係感覺都幾融合得幾好嘅。咁啊，似邊有冇睇過神曦嘅比賽？神曦其實睇即係真係去睇咧就唔多，但係我哋同譬如你話友誼賽啦，係喎，踢過兩場，係啊，踢過兩場友誼賽，佢哋今年會比起舊年係真係強咗好多，因為有阿亨利加埋梁子俊啊、阿卓卓啊，佢哋而家進攻嗰方面會強，越嚟越強咯，佢哋。以你球員嘅角度啦，你同佢踢過，感覺上譬如佢速度啊，又或者佢哋控球啊，係咪都同舊年有大進步咧？係啊，同埋佢哋比較上年係好平均嚟噶，即係大家每三線嘅嗰個球員，即係個能力咧係平均曬，完全可以大家佢對波夾得好好咯會。因為其實我哋都舊年啦，一路都覺得神曦個後防就唔係太穩陣嘅。咁、今年換然一新啦，即係成個後防線除咗高黎路，基本上換過曬啦。咁、加入咗基南啊、李恒匯啊，同埋 J 斯利啊呢啲。比較實用性強啲嘅球員，又是基南馬啦，亦都好幫到對波，係啦，相當硬淨。即係如果你哋喺前場遇到呢啲球員，我諗你哋都會驚一驚喎，即係未必咁容易過得到佢哋啦。都係啊。李恒匯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相當有潛質嘅左閘位球員嚟嘅，即係我都喺節目都講過噶啦，即係佢舊年喺大中嘅發揮亦都相當唔錯，不過。位置上我覺得佢打左閘係啱佢踢嘅，咁正如頭先阿次 B 都所講啦，亨利即係鄭少偉啦，今年個發揮亦都相當之大熟大用啦，即係可以講，即係以前不嬲都話，亨利踢唔足一場嘅，即係後備殺手啦，即係我哋即係好聽啲嘅後備殺手啦唔好聽就話佢唔夠氣啦，但係今年的確係俾幾多人。即係啦，即係有一個另一個新嘅睇法啦，會覺得。尤其上一場對屯門，其實嗱射咗個世界波啦，第二球入波其實佢都有個助攻嘅，即係都好靚一個後抽。咁我覺得呢、這個球員相當之危險，亦都其實佢哋仲未出卡爾嗰啲仲未出翻嚟嘅。即係如果嗰啲出埋嚟個火力係相當之強勁嘅呢隊波。冇錯。咁但係對住南華啦，南華嗱上個禮拜就可以話贏咗深水埗2-0，比數上係輕鬆嘅。但我睇感覺上嗰場波其實南華都唔係話咁容易贏嘅，即係深水埗有一定嘅戰鬥力嘅，咁而南華贏嗰兩球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具組織性嘅攻勢嚟嘅。咁戴倫有入波啦，咁即係一個新嘅外援啦，但係呢、這個衝刺力幾夠嘅球員嚟嘅，但係感覺上佢好似爭頂頭槌啊，又或者射門都唔，暫時睇嗰場波啦，個發揮都有一般般啦，我會咁覺得。咁你預期咧個形勢神曦會點部署咧？其實如果對越南話，我覺得如果神曦即係主攻主守咁，即係如果是大家一樣嘅話，我覺得今時今日嘅神曦有權去主守，即係守住嚟踢嘅，即係佢唔需要去攻，唔使急，即係唔需要太過急嘅。因為佢後防其實佢守得穩嘅。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幾個後防球員啦，咁而佢中間嘅亦都相當之即係回後嗰個速度幾快嘅，佢哋要防守能力幾強嘅，甚至乎陸志豪啊，呢啲都可以幫得到串連翻中場同後防。咁我會覺得呢場波其實佢哋可以鬥住嚟踢咯。而南華嗱踢咗兩場波，第一場輸俾屯門啦，有啲意外嚟。咁第二場波。贏心水好大，其實個陣容上好大變動嘅，尤其是後防啦。第二場波佢後防成條後防線換過曬嘅，即係用翻吳偉超搭陳偉豪呢、這個比較正宗啲嘅中堅踢中間啦，兩邊就用翻中島法蘭啦左閘，咁右邊就用咗梁振邦嘅，其實嗰場波即係佢冇用到李志豪嗰啲或者文比德嗰啲閘位球員，咁其實個發揮 OK 嘅，但係梁振邦其實打
右閘就覺得嘥咗啲，不過下半場佢就調翻上去打中場，即係用翻出翻祖義就用翻吳偉超打右閘，其實個效果 OK 嘅，我會覺得 OK 嘅。咁但係進攻仲係未揾到一個方法好有效地做一種攻勢咯，我諗話。所以呢場波我會覺得五波嘅，即係雖然如果論球員質素，當然南華會稱先啲啦，但係如果以近況或者以球隊嗰個熟練程度咧，我會稍稍睇好神氣添嘅。我記得我今日節目之前咧，同你講過咧，聽日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唔係特別支持南華，即係傾向中立。但我幾希望聽日南華咧係打得漂亮啦，同埋係贏嘅。有少少因素咧，聽日星期五八點一個似乎都係一家人食飯嘅時間咧，有場本地波睇啊，真係都幾耐都冇噶啦。你睇下即係先唔係幾耐都冇，係一個禮拜前都有，咁就係標準流浪對流浪，但即係都唔係對呢個公民，但係都唔係南華啊嘛。咁所以南華即係或者俗稱紅衫白袖咧，喺亞星期五八點出現呢個時間咧，我真係希望佢哋打場好波，同埋係贏嘅，以吸引更加多嘅球迷翻去球場睇佢哋咯。係因為呢場波有直播嘅，喺 Now TV 有直播嘅，咁所以當然啦，如果球迷如果又能有時間嘅。都希望你哋可以入場支持啊！我哋都會入場噶，我哋一定會啦。係啊，咁如果你話差唔多時間，亦都可以喺電視度睇翻呢場波啦。咁啊 ，B 十九，你覺得幾多人多啊？聽日或者似俾你覺得咧？我覺得啊，對屯門係4000係咪應該？對屯門嗰日係有3000-4000。3000，我已經覺得有銀牌決賽嗰個氣氛啦，已經。啊，似俾你覺得幾多人多啊？聽日咁即係禮拜五即係夜晚波，夜晚波放工即係多，應該至少3000噶啦。3000咁落，咁上個禮拜五嗰場得266人啫喎。戲碼唔同啊嘛，啲人中意留喺電視睇。南華始終有擁躉嘅，咁多啲入場啦，各位。希望個氣氛會好啲啦，尤其是喺大球場嚇。我哋其實都歡迎係打啲入嚟同我哋講本地波或者又估下啲賽事嘅喎。冇錯，如果網友有意見想發表嘅，又或者你覺得對本地波有啲乜嘢嘅意見想講下嘅咧，你可以打嚟。28927841，咁我哋有同事會幫大家接你電話入嚟，同我哋一齊講波經嘅，係啦。咁除咗呢場有直播咧，星期六另外一場都有直播嘅。深水埗對天水圍飛馬，實星期六嘅頭場2:30就會喺深水埗主場就對天水圍飛馬。咁飛馬就榜首啦，兩戰兩勝。咁作客深水埗，深水埗就打咗兩場。輸咗兩場，但係大獲好評嘅喎，呢兩場波都咁次 B 你都有睇天水圍對過添啦，你深水埗、深水埗你又對過啦，飛馬你又睇過佢哋踢啦，你覺得點樣評論呢兩隊波？深水埗連續兩場都係少，即係輸少少，緊負啦。咁飛馬咧就兩場都大勝嘅。佢得意在佢係上半場係唔入波嘅喎，下半場出嚟入四球嘅喎，兩場波都係。係啦。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因為佢下半場出嚟個開頭開得好嘅，即係一出嚟就第一場就落後咗球俾標準流浪，一出嚟就有個12碼，咁跟住就清風送爽嘅4-1啦。第二場又係對港青上半場冇交收嘅，下半場一出嚟冇攞就已經有咗個入球咧，咁就打得好順啦。咁但係你覺得今年嘅飛馬係咪相當之具冠軍質素咧？我覺得飛馬就。就唔，我覺得就唔可以話可以，即係曬冠，即係贏曬贏硬嘅。咁但係佢哋咧個功力係相當強，因為高凡同埋麥基兩個係，即係喺港甲嚟講係算係好快馬啦嗰班波嚟嘅。咁佢哋，我諗佢哋入波應該都係靠佢哋，即係嗰啲速度啦，伊達分波俾佢哋殺入去咁樣入啦。咁深水埗其實佢哋。我覺得佢哋組織其實很好嘅，同埋佢哋個嗰個紀律啊，即係嗰個三線個紀律咧，即係組織啊、防守啊嗰啲，全部都很好嘅。所以我覺得呢場波應該唔會話大好，即係飛馬唔會話失贏嘅咯。但係贏都係贏一兩球嘅。咁你第一場對深水埗嗰陣時候，會唔會嗱？預期喺深水埗都係啲難聽啲嘅僆仔啫，即係。好易踢嘅啫，但出到嚟會唔會覺得哇？喺原來都唔易踢嘅喎呢隊波。其實佢哋咧係爭啲經驗嘅啫。係，其實佢哋波底即係班波底咧唔錯噶。即係你深水埗呢班人咧，其實佢哋細細個
喺港青啊，或者青年聯賽嗰啲，一路上一路上，香港青年軍其實都算係、嗯、都還數咁滯㗎啦，即係喺香港啲佢哋嗰嗰代啦，嗰代啦，係咯。咁其實佢哋其實好有前途咯，佢哋。嗯，係咯。咁其實呢第二場波深水埗對南華咧比較特別啲，就係、是。佢一出嚟咧，係冇落到外援嘅、嗯，即係用全部都係啲年青球員做班底去踢嘅。咁其實發揮唔錯嘅，反而後屘換翻啲後備嘅外援前鋒落嚟，反而個感覺就好似唔係太夾嘅，格格不入啊嘛。係啊，格格不入，同埋坦白講咧，佢哋個外援質素就唔係太高嘅。我估咋，我今朝就去咗蒲崗村嘅。係。咁啊，公司情況咧就有啲賽前嘅 set 啦會錄，咁佢哋都。國際作隊都幾辛苦啊！今日天與地啊，九點鐘就拍深水埗，晚上八點又要拍呢個去元朗，就天水圍飛馬嘅。咁講翻上晝，我哋有睇到佢分三隊咧，就踢一個分隊。係咁啊，外援我見個表現又唔錯，所以我諗咧上場對南華就刻意，既然對南華即係主場啦，機會一季都可能得一場，就特登咧，堅 Sir 就放個全華班。俾所有本地嘅球員咧去吸收一次經驗，即係難得嘅經驗，或者可能嗰啲對南華其實都冇乜壓力咧，就不如俾你哋試下，試到你哋嘅實力究竟有幾多。咁我諗去到第三場咧，都開始你話冇壓力嘅假嘅，即係你再輸埋呢場到九分，一個唔覺意，如果講清能夠即係逼和到你就已經係榜尾咧，可能都會出翻呢個卡美魯，即係我自己嘅估計啊。嗯，因為其實第一場對公民嘅時間，佢哋有啲年青球員表現唔錯嘅，即係譬如李家耀啦，大家都講得好多啦，呢兩個禮拜裏面。咁但係第二場咧又輪到另一啲年青球員咧，真係好 sharp 性嘅。但係我都覺得幾奇怪，譬如第一場打得幾好嘅洪正業啦。我覺得他踢得不錯的在後防第二場但他又收起了做後備的喎後尾都後備落場啦咁我覺得堅 Sir 可能都有少少想試一下翻年青球員究竟哪些是即是腹稿裏面哪些是真的可以夠實力可以在甲組裏面踢呢咁可能都還是在一個摸索階段裏面啦咁但是其實感覺上是對波行軍速度挺快的同埋那個組織性是挺高的即係佢哋個地面啊，似俾你打完第一場聯賽，係咪感覺到喺現場落場打係咪真係咁厲害啊？覺得佢哋組織嗰方面係唔錯咯，真係唔錯。好唔好得過你哋上一隊呢個奧運隊？咁啊，都係你好啲啊嘛，都係你哋。如果只要咁講嘅，我哋好啲嘅，但係好老實佢哋。俾時間佢哋啦，真係佢哋，我諗啦，兩三場之後啦，佢哋即係個個真係放曬出嚟啦，有膽即係個膽色啦，最緊要。今朝同佢哋傾開咧，就我都唔懷疑，原來佢哋嗰個賽程咧就第一循環最後一場先對港青。嗯，即係如果你話諗住對對，可能仲差過你嘅，想開齋咧攞三分咧，可能如果唔好彩係啊，兩隊都等到最尾嗰場先至可以攞到三分，唔好彩和嘅有機會贏唔到㗎。我諗就有機會會和嘅即係如果深水埗之後踢落去有機會會攞到分嘅但係呢場波我都覺得天水圍飛馬會高啲即係唔係高啲㗎啦其實根本都係高一班㗎但係睇下深水埗嗰班年青球員如果攞返出頭兩場嘅拼勁有機會會即係逼得天水圍飛馬幾辛苦。我其實幾留意一下天水圍飛馬卡利組出唔出到啦。係。因為上次對住港星半場相出咗咁同佢哋會長傾開呢都真係鏡頭前見到佢真係眉頭皺一皺即係都唔係諗到話有咩辦法同埋當時上半場換入咗麥基個威脅性都同卡尼祖係唔同類型嘅。咁我覺得如果佢排陣上譬如聽日仲俾我見到即係有啲意外地排一啲比較特別啲嘅陣呢我諗上半場深水埗再一次令到飛馬要打一個逆境波我覺得都唔係太奇怪啦！始終有傷兵嗰陣，可能會變一變，再加埋再去到深水埗，又係可能另外一番景象。因為佢連續兩場都係即主場贏。係冇錯，因為其實我覺得飛馬最殺食就係佢嗰啲快速反攻，即係佢哋個速度係好高嘅，同埋佢哋個盤扭能力幾強嘅，即係李康廉啊、黎耀昌啊、高凡啊、卡利祖、麥基啊，呢啲全部都扭得佢都快嘅。當然仲有伊達啊，呢啲都係一啲危險人物啦。如果對住一隊
深水埗如果真係縮喺後面同佢踢呢，要佢去打陣地戰咁樣攻佢呢，我會擔心會難踢嘅。咁呢場波有電視直播啊，但係其實如果有時間都可以入場，因為呢場都係收20蚊嘅啫。咁如果球迷包包啊，又包就如果飛馬有機會嘅，其實呢場波，因為第一場對公民都接近爆啦，都接近爆。而家有啲成績睇下啦，即係有啲表現先啦，起碼嚇。係啦，咁因為深水埗其實座位有限啦，即係上個禮拜我哋睇佢對南華係爆咗啊，即係真係嗰次真係爆滿咗啦。其實真真正正嚟講，好多球迷係買咗飛入咗場都冇位坐嘅。咁大鑊。因為佢哋啲位係唔係真係一個個位嚟㗎嘛？即係冇劃定嘅。係冇劃定嘅，即係一排石屎凳咁嚟㗎啫嘛。咁即係。有啲可能就壓窄啲，咁你咪壓咗個位囉。咁有班球迷其實真係坐樓梯㗎咋。咁如果真係想入去感受一下啲氣氛啦，即係深水埗嘅氣氛相當之唔錯啊。咁可以早啲入場啦，因為今場都係收咗。早幾多呢？你記得上個禮拜嘅經驗。上個禮拜未開波就差唔多接近開波先已經爆咗㗎啦。咁呢場波仲要收20蚊呢，咁我相信即係起碼早半個鐘去啦，最少都。係啦，咁深水埗運動場，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場波啦。咁講完呢場啦，到星期六尾場都仲有一場嘅，標準流浪主場對大埔。咁流浪上個禮拜對完啦，公民。嗯。咁有到阿次 B 度有咩睇法？嗱，你睇過流浪應該睇過兩場啦，即係一場你對佢同佢踢啦，一場就睇過佢對飛馬啦。係唔係有進步咗咧？第二場？絕對係嘅。佢哋個入球來源，我諗係真係要。最主要真係靠新祖㗎喇。其實新祖平時啲罰球如果練波係咪都即咁厲害呢？係你應該對佢好認識好深㗎啦。係啊。睇咗三季係咪應該你兩個？係啦。都三兩三季啦。咁佢公民嗰陣時有冇表演過呢啲罰球絕技俾你睇㗎呢？其實都有㗎，佢入過㗎。佢有。咁表演咩先？表演射中尾啊。射中尾啊，係咪嗰個波又有少少又改變咗方向啦。咁有少少幸運成分啦，我可以咁講，即係阿謙撲唔到彈返落嚟嗰下，其實俾比圖執雞，其實嗰下有少少幸運成分啦。咁但係睇到嗰場波，新祖個決心好緊要嘅，佢仲有射另外一個罰球緊緊出界嘅啫，都係。同埋賭哥個心態唔同啲嘅。你有冇私底下冇同佢傾下偈呀？有冇冇。只要佢英文唔係咁好。我哋通常都有暗語呢，見到佢呢都係 Amigo。咁佢又會阿 Migo 咁，我今朝又見到佢啦，因為我去蒲江村隔離就標準流浪，我哋眼阿 Migo， 咁跟住佢同我就係講一個字啫 ，Saturday， 因為佢哋打星期六。咁除咗有新組第二場表現相當之唔錯啦，咁佢亦都臨時拉夫啦，即係難聽啲講就掹咗安道啦，即係舊年大埔嗰位外援啦，再加埋喺月組掹咗阿艾馬上嚟啦。睇埋講艾馬就真係麻麻地嘅，我覺得。邊方面呢覺得排印場麻麻地。排印場就顧之然係麻麻地啦，咁佢唔識聽啦，可能真係。咁點解你會知道排印場麻麻地呢？咁呢個好多片係咪？係啦，都睇啲比賽片段都留意到㗎。魏超對佢嘅評價呢都好中肯啦。極之中肯㗎，我係。極之中肯嘅都係。即係我比係我係佢我都會咁嘅。咁安道講真一句坦白講去年喺大埔我都覺得表現一般般啦，咁發揮返佢自己嘅水準啦，我就覺得。咁其實標準流浪佢都聲稱係有兩個剛果外援未註冊到嘅，咁未知道呢場可唔可以上陣啦。咁但係和富大埔嗱第一場清風送爽啦，贏港青。第二場對住傑志，嗱坦白講我覺得有啲唔好彩嘅，輸嗰場2-4比數上好似大啲。大埔入波先嘅，咁迅即俾人12碼追平，咁有少少唔好彩啦。咁但係亦都有啲爭議嘅，即係譬如有越位之嫌啦，即係傑志嘅入波，咁亦都李漢浩嘅即失準啦，得唔得？我唔知係失準定係佢嘅水準啊，真係，即係又撲翻出嚟俾盧比道射入咁。我會覺得點解唔用翻彭子健？其實我覺得彭子健係穩陣啲嘅，即係講真的，次必你應該認識佢哋噶。我認識下。你自己對呢兩位門將有咩評價？我諗可能佢諗住對傑志咧，就阿浩係即係經驗好啲啦，咁可能俾佢踢先，即係俾佢即係壓住個場先咯。彭子健始終佢係後期啲先升上，即係隨大埔隊上嚟。
嘅經驗少啲啦，係咯，經驗少啲，可能佢教練嗰方面可能就係咁諗。但係出嚟嘅效果就強差人意啦，即係安基斯，我覺得可能年紀問題咧，未必打得足90分鐘啊。嗯、但係無可否認，佢依然係大埔最具威脅嘅一個球員嚟。係㗎，即係佢一出嚟，成隊波生曬嘅前面，即係掟個波俾佢自己搞咧，咁已經快啊嘛，佢係已經搞掂。列馬，你覺得又點咧？即係兩場嗰個水準。第一場就賺到好緊要啦，起曬底咁，即係哇打個奧地利甲組聯賽啊，咁跟住去烏克蘭啊，就即係啲記者就好多功夫焦點擺曬佢身上嘅。第二場你覺得點咧？坦白講咧，就呢位球員，我覺得射門欲 OK 嘅，即係作為一個前鋒，佢個射門觸覺都 OK， 但係其實個把握力一般，同埋。我覺得佢整體意識都仲係爭啲嘅，呢、這個即係可能又新啲啦，同其他球員嘅夾未係夾得好熟啦。咁、嗯、但係我又唔覺得佢會將隊波提升得好多。始終後備嗱嗰日換翻陳立明啊嗰啲落嚟，安基斯落嚟咧，其實個威脅性仲大啲、嗯。即係始終佢前面都仲係有好多好球員嘅，仲有杜漢濤啊呢啲都係一啲速度快亦都有技術嘅球員。咁我會覺得大埔個前面我就唔擔心嘅，始終個後防我都係覺得我講過好多次㗎啦，比較上令人擔心啲係個後防。咁啊，似邊覺得流浪嘅後防頂唔頂得住啊列馬咧，或者大埔 B 十九覺得係好強嘅攻擊線咧？即係你又對個流浪啦。後防其實流浪咧後防咧係都其實係仲即係雖然走咗基納馬啦、嗯，但其實都仲好穩陣嘅，我覺得。系，只不过可能加咗叶明浩，即系可能系叶明浩同魏超都算系，即系魏超系即系外借回收啦。系，咁啊叶明浩就新加盟啦，可能个默契嗰方面都仲要改善，系咯。其实叶明浩咧，我觉得佢唔错嘅，即系个有身形啦，系有身形啦，同埋单对单防守都几好嘅，即系你几难过到佢嘅。但系我都仲系觉得佢身重咗啲，嗯，即系我觉得佢再减翻十零磅应该好啲。佢上场同我哋一齐宵夜嘅，都系啊，系啊，都好似喺后边嘅啫，系嘛，吓都。吓一路食啊！唔紧要啊，继续努力啊，同我一样减肥啊！但系佢嗰个我觉得佢表现几好嘅。今年第一场入波添啦，对飞马。第二场亦都表现出佢嗰个防守嘅专注，即系我觉得会比旧年喺大中嗰时候好咗好多嘅。咁呢个帮得到队波嘅，亦都嗱坦白讲，第一集嗰时候我都即系今季开锣嗰时候我都有提过叶仲朗。其实叶仲朗我一路都觉得佢一个。相当有期望嘅球员嚟嘅，但系感觉上系比较上散漫啲。咁啊，今季出嚟我又觉得佢好似几积极嘅，即系去到流浪。咁、嗯、阿次边都同佢做过队友嘅，咪应该系啊，喺中学嗰阵时，即系董之英嗰阵时度系你队友嚟，系啦系啦，同埋奥运队啦，系咯，奥运队又系咯。咁感觉佢而家踢成点啊？你自己觉得？佢而家放胆咗好多咯，即系够胆做，即系自己做嘢啦。即係踢波方面，點講？即係佢夠膽去俾，即係佢啲長傳咧好靚噶，踢得好靚，同埋佢射波嗰個力度係好相當之。啊！但我想問啊，點樣唔夠膽咧？即係會點樣俾腳波會唔夠膽嘅咧？即係驚俾人嚟鬧噶？嗱，我諗啦，佢上屆可能踢大中嗰時候，即係可能輸得太多啦，踢到個人冇曬信心。嗯、但係而家我睇佢即係夠膽用個波咯，即係夠膽自己攞住個波自己推。即係俾波啊！即係幾好噶，唔錯噶，係咯。咁希望即係標準流浪呢場波繼續有進步啦。即係對住大埔嘅時間，即係我會覺得我都偏向大埔高少少嘅。咁但係就都係其實講真，佢今年嘅港甲除咗呢啲年青球隊之外，其他都好接近噶啦。嗯，我就有個睇法啦。呢場就係安道嘅，都係倒戈戰啊。嗯，我谂其实标准流浪如果要上个星期攞一分咧，即系对波应该满意嘅。嗯，但相反地，如果大埔呢场攞唔足三分咧，或者一旦唔好彩，经过三场比赛，你只系俾人觉得你系赢过港青，嗯、连输两场咧，就可能会有少少打乱咗大埔今年度啊，直头系嗰个部署。因为睇翻啲访问啦，即系 Now TV 嘅特辑咧，就球会方面啊，陈平先生都话，今年佢哋会贪心少少嘅，会进取啲，希望系前三。咁如果前三
即係對住標準流浪，其實都唔贏咧，可能會有啲壓力。咁而標準流浪呢隊波咧，今年幾特別嘅地方就，我諗好多隊對佢覺得都係要攞三分，但係呢三分唔係容易攞。係單睇其實，如果佢對天水圍飛馬唔係下半場好早期失咗個十二碼，亦都未必個比數咧係咁大。所以其實我同班球員講，我覺得即係左右球迷同球員講，上禮拜二比二，球迷嚟講，我自己其實係收貨咯。系啊，其实讲真嗰样，呢场波如果讲单从个场面咧，公民对标准流浪呢场波，上个礼拜五嗰场波，战果合理嘅，我会觉得合理嘅，即系当然啦，临尾俾新组去追和翻二比二嗰球波系有少少防守上嘅错漏啦。你唔觉得有推人咩？边个推边个？你觉得？大佬点会？点会跳都唔跳俾佢顶到啊？即呢个我哋睇惯会觉得你应该系揿咗大佬佢先顶到嘅啫。咁啊，嗱，即系咁讲啦。如果嗰个净单凭嗰个波，可能会有啲嘅，我都觉得有啲嘅。系系。但系其实点解会净系得翻阿沈国辉对单对单对住新组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后防个失位系有嘅，即系嗰个喺防守上。咁当然啦，对手亦都斩得靓啊个波。咁啊，范伟君系嘛？系啦，咁啊呢个底输咯，我觉得呢个波真系做得几靓嘅对手就，咁啊嗱，我哋讲咗好多场波啦，三场啦已经系，系啦，咁啊仲有两场波嘅，我哋喺第二 part 翻嚟再讲。好啊。